那我们就来试试看，我接上去的声音跟我现在目前的声音的这个差别啊。好，欢迎收看一起吃玩乐，欢迎收看一起吃喝玩乐，没有错，很明显这个声音变得相当的立体。那不管你是在开直播啊，或者是你需要做口播的这样的一个视频，都相当的适合用这个麦克风。还有会议的时候啊，你只要想要关掉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直接按这一颗，直接静音哦。对，刚才是不是都没有声音，就相当方便哦。那如果你也在找一款合适的麦克风的话，不妨可以试试 Rest 的电容式麦克风。我是东义，关注我，带你一起吃喝玩乐。